轮的抢断，连长3-2自己来，欧洲步笑来夹击，基本上巴斯拿球之后就是夹击，外轮三分球投进了，这么一个真空地带实在是不应该。外轮连续砍分，外轮同样的位置还会有吗？漂亮，外线危险啊！高继伟，外轮的三分球有吗？球进了。比赛还剩28秒的时候，郭艾伦的三分球将13秒、10秒、9、8，巴斯的掩护，5，不破，球进了。最后还是郭艾伦利用巴斯的掩护，还是巴斯的拦截，将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6-105，郭艾伦绝杀了山西。